3月27号星期一的经济日历所带来的新闻量很少，让我们快速的浏览一下吧。在日程安排的最开始也是最后，上午8点钟将要发布的是3月德国 IFO 商业景气指数。2月份该指数从1月份的109.9点回升，并且显示出了德国经济持续复苏。以上就是星期一的经济日历，我是杰西卡沃克，在下期节目中将会为您带来星期二的相关概述。再见。